咱看这花莲县政府伫两年前啊，大幅来调关这控酒税，引起重大的争议，有那影响到县府的财政，起码予监察委员提出纠正。根据监府的调查，花莲县控酒税因为起的幅度超过地方税法通则规定的30%，已经去予最高法院判败诉，而且2021年制定特别税条例草案的时阵，阁无完成法定备载的程序，历时税减8亿。来增加编的记者6亿来支援。县政府没有按照这个法院的判决，重新的给予他新的费率，合理的、适当的费率，有违这个相关的行政程序，跟一般的法律的规定。因为这个争议的关系，所以现在这个矿池税都还没有恢复，这个裁员也就损失了大概8亿左右。消息传到去花莲，卖因为审查矿酒税，去让议论的议员是真感慨。烦恼以后，敢会有控酒业的业者得来安尼做？那是拢提出告诉，未来花莲县府变作行政债务。花莲县议会早在2年前就曾经把这个矿石税退回，希望县政府能够再重新调整这个税率。但是很遗憾，花莲县政府一直强度关山呐。面对监察院的纠正，县府表示尊重，强调特别税条例草案已经送财政部，县府一切合法。在所有的审议过程里面，提早就已经在准备好将法案送到议会，再由议会审议后送到财政部，但财政部一直没有备查。另外，监委调查还阁发现讲，花莲县府还阁对业者超工延迟合法等案的许可，相关的纠正案已经伫咧11月初提出，而且得到监察院财政、甲经济委员会、社会福利、甲卫生环境委员会联席会议审议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